介绍一下这里。这个是安坤的城市，安坤的城市啊，新的能力，二加一房间，可以来这里去。可以啊，什么节日啊？你想知道应该是做什么的？比较快的。那个是换空气的，可以 control aircon。Smart Home System 啊，现在 Smart Home System 对，可以控制这个厨房 ，CBD 没有，可以控制 CBD， 可以换这个 Lighting， 它就这样子装，其实它用的料不错，它用的那些材料都不错。怎样讲呢？介绍一下。四手表表，我现在四手。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。这样的房子只要装做一点点东西，放整个车就可以搬进来。OK， 这个多少钱呢？他买的时候？一点七，一点七这样。哇，这样贵了。他是在 KL Tower 隔壁。哇，这个也快！快点表演一下，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衣橱。哦，这个衣橱呢，一开始我一定是觉得是要这样打开的啦，那你知道？原来是像旁边开的，哇！哇，里面还有灯，可以。OK， 我一波做没有？要那个再关掉，开始做一点。关掉啦！可爱，再关一点。嗯，讲讲，你在看什么？没有啦，在看这个风标有没有？嗯，封起来用起来。哦，就是，因为有些人应该是做那个 cabinet。是咯，做 cabinet 就会比较漂亮。做一个 cabinet 蛮花钱的。没有人花的。没有啊，那是什么？这里是两个人看到。所以还有一个房间。这里的傻逼都，那个 aircon 也不容易，aircon 开了，等下要把它关掉，那灰尘进完去，应该 remote control 在哪里？应该 remote control， 在刚才在厨房那边那个呢？哦，厨房有 remote control， 好像有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装的没有？有没有？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不然有什么长度呢？好，哎呦，怎么他没有做 defect 呢？因为他没有看过 UD。 他觉得他打的手机没有来看过啊。嗯，气都没有来过，来都没有来过。这个两个门的冷水柜，新的防风水柜，天蝎所的地基。天蝎所的那个。哦、其实在这个灯光下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光光，它是在 KL 桃窝这边，是吧？是。哎，这个是 KL 桃窝。